大家好，我是大刘。又到了藕带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藕带也叫藕尖，脆嫩有营养。今天我就来做一个酸蛋藕带。好的藕带大概小拇指粗细，藕尖形状跟毛笔相似。先把藕带斜切成段，切好的藕带用清水浸泡，加一点白醋，防止氧化变黑。需要的配料：泡姜切成丝，大蒜切片备用，小米辣适量切成段，泡野山椒适量，改刀后装盘备用。热锅放油，倒入姜蒜辣椒，炒出香味，倒入藕带，大火翻炒，炒了之后可以加适量的清水。大概翻炒20秒后，加食盐、白醋，继续翻炒入味后即可起锅装盘。这样一道酸辣藕带就做好了，口感清脆，酸辣开胃，一道不错的时令菜，喜欢的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见。